炉香赞，炉香乍热，法界蒙熏。诸佛海会悉遥闻，随处皆祥云。诚意方殷，诸佛现全身。那摩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那摩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那摩香云盖菩萨摩诃萨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行如来真实道，愿证如来真实境。那摩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摩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摩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愿我及一切众生，今未来际，遍一切处，身口意自然流露佛知、佛见、佛智慧、佛境界、佛功德。愿我及一切众生，自然契入如来知、如来见、如来智慧、如来境界、如来功德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75，入法界品第39之16。尔时，善财童子向迦毗罗城思维修习受生解脱，增长广大，意念不舍，见次游行，至菩萨集会普现法界光明讲堂，其中有神，号无忧德，与一万主宫殿神聚，来迎善财，作如是言：善来丈夫，有大智慧，有大勇猛，能修菩萨不可思议自在解脱，心恒不舍广大誓愿，善能观察诸法境界，安住法城，入于无量诸方便门，成就如来功德大海，得妙辩才，善调众生，获胜至身，恒顺修行，知诸众生心行差别，令其欢喜去向佛道。我观人者修诸妙行，心无暂懈，威仪所行悉皆清净，汝当不久得诸如来清净庄严无上三业，以诸相好庄严其身，以实力智迎视其心，游诸世间。我观人者勇猛精进而无有比，不久当得普见三世一切诸佛听受其法，不久当得一切菩萨禅定解脱诸三昧乐，不久当入诸佛如来甚深解脱。何以故？见善知识亲近供养，听受其教，意念修行，不懈不退，无忧无悔，无有障碍，摩及摩民，不能为难，不久当成无上果故。善财童子言：圣者，如相所说，愿我皆得。圣者，我愿一切众生，悉诸热恼，离诸恶业，生诸安乐，修诸净行。圣者，一切众生，起诸烦恼，造诸恶业，堕诸恶趣，若身若心，恒受处毒，菩萨见已，心生忧恼。圣者，譬如有人唯有一子，爱念情志，忽见被人割接肢体，其心痛切，不能自安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见诸众生以烦恼业堕三恶趣，受种种苦，心大忧恼。若见众生起身与意三种善业，生天人趣，受身心乐，菩萨尔时生大欢喜。何以故？菩萨不自为故，求一切智，不贪生死诸欲快乐，
不随想倒、见倒、心倒、诸劫、随眠、爱见力转，不起众生种种乐想，亦不畏着诸禅定乐，非有障碍、疲厌、退转住于生死，但见众生于诸有中，具受无量种种诸苦，起大悲心，以大愿力而普摄取，悲愿力故，修菩萨行，为断一切众生烦恼，为求如来一切智智，为供养一切诸佛如来，为严净一切广大国土，为净治一切众生乐欲及其所有身心诸行，于生死中无有疲厌。圣者，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为庄严，令生人天富贵乐故，为父母为其安立菩提心故，为养育令其成就菩萨道故，为卫护令其远离三恶道故，为传师令其得度生死海故，为皈依令舍诸魔烦恼怖故，为究竟令其永得清凉乐故，为今际令入一切诸佛海故，为导师令至一切法宝周故，为妙花开复诸佛功德心故，为严具常放福德智慧光故，为可乐凡有所作悉端严故，为可尊远离一切诸恶业故，为普贤具足一切端严身故，为大明常放智慧净光明故，为大云常与一切甘露法故。圣者，菩萨如是修诸行时，令一切众生皆生爱乐，具足法乐。尔时善财童子将生法堂，其无忧德及诸神众，已出过诸天上妙花幔、涂香、墨香，即以种种宝庄严具散善财上而说颂言，汝今出世间为是大明灯，普为诸众生勤求无上觉，无量一千劫难可得见汝，功德日今出灭除诸事案，汝见诸众生颠倒或所缚，而兴大悲意，求证无失道，汝以清净心寻求佛菩提，成事善知识，不自惜生命，汝于诸世间无依无所着，其心普无碍，清净如虚空，汝修菩提行，功德悉圆满，放大智慧光，普照一切事，汝不离世间，亦不着于世，行事无障碍，如风游虚空，譬如火灾起，一切无能灭，汝修菩提行，精进火亦燃，勇猛大精进，坚固不可动，金刚会狮子，游行无所谓，一切法界中所有诸刹海，汝悉能往诣，亲近善知识。尔时无忧得神说此颂已，为爱乐法故，随逐善财恒不舍离。尔时善财童子入普现法界光明讲堂，周遍推求比试侍女，建在堂内做宝莲花狮子之座，八万四千才女所供围绕，是诸才女弥布皆从王种中生，悉于过去修菩萨行同众善根，不施爱语普摄众生，以能明见一切智境，以共修集佛菩提行，恒住正定，常游大悲，普摄众生犹如一子，慈心具足，眷属清净，
已于过去成就菩萨不可思议善巧方便，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，具足菩萨诸波罗蜜，离诸取着，不乐生死，虽行诸有，心常清净，恒勤观察一切智道，离障盖网，超诸着处，从于法身而是化形，生普贤行，长菩萨力，至日慧灯，悉已圆满。二十，善财童子亦彼侍女渠波之所，顶礼其足，合掌而住，坐如是言：圣者，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未知菩萨云何于生死中，而不为生死过患所染，了法自性，而不住声闻辟之佛地，具足佛法而修菩萨行，住菩萨地而入佛境界，超过世间而于世受生，成就法身而示现无边种种色身，证无相法而为众生示现诸相，知法无说而广为众生演说诸法，知众生空而恒不舍化众生事，虽知诸佛不生不灭而勤供养无有退转，虽知诸法无业无报而修诸善行恒不止息。时渠波女告善财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今能问菩萨摩诃萨如是行法，修习普贤诸行愿者能如是问，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，我当成佛神力为汝宣说。善男子，若诸菩萨成就十法，则能圆满因陀罗网普智光明菩萨之行，何等为实？所谓依善知识故，得广大圣解故，得清净欲乐故，及一切福智故，于诸佛所听闻法故，心恒不舍三世佛故，同于一切菩萨行故，一切如来所护念故，大悲妙愿皆清净故，能以智力普断一切诸生死故，是为实。若诸菩萨成就此法，则能圆满因陀罗网普智光明菩萨之行。佛子，若菩萨亲近善知识，则能精进不退修习出生无尽佛法。佛子，菩萨以十种法成事善知识，何等为实？所谓于自身命无所顾惜，于世乐具心不贪求，知一切法性皆平等，永不退舍一切志愿，观察一切法界实相，心恒舍离一切有海，知法如空心无所依，成就一切菩萨大愿，常能示现一切刹海，静修菩萨无碍智轮。佛子，应以此法成示一切诸善知识，无所违逆。尔时释迦渠波女欲重明此意，成佛神力，观察十方而说颂言：菩萨为利诸群生，正念亲诚善知识，敬之如佛心无怠，此行于世地往行，圣洁广大如虚空，一切三世悉入中，国土众生佛皆耳，此事普智光明行，至乐如空无有际，永断烦恼离诸垢，一切佛所修功德，此行于世深云行，菩萨修习一切智，不可思议功德海，净诸福德智慧身，此行于世不染行，一切诸佛如来所，听受其法无厌足，能生实相智慧灯，此行于世普照行，十方诸佛无有量，
一念一切悉能入，心恒不舍诸如来，此向菩提大愿行。能入诸佛大众会，一切菩萨三昧海，愿海即以方便海，此行于世地往行。一切诸佛所加持，尽未来际无边劫，处处修行普贤道，此是菩萨分身行。见诸众生受大苦，起大慈悲现世间，演法光明除暗明，此是菩萨至日行。见诸众生在诸趣，未及无边妙法轮，令其永断生死流，此是修行普贤行。菩萨修行此方便，随众生心而现身，普于一切诸趣中，化度无量诸寒食，以大慈悲方便力，普遍世间而现身，随其解欲未说法，皆令去向菩提道。时释迦瞿波说此颂已，告善财童子言：善男子，我已成就观察一切菩萨三昧海解脱门。善财言：大圣，此解脱门境界云何？答言：善男子，我入此解脱，知此娑婆世界佛刹微尘数劫，所有众生于诸趣中，死此生彼，作善作恶，受诸果报，有求出离，不求出离，正定邪定，即已不定，有烦恼善根，无烦恼善根，具足善根，不具足善根，不善根所摄善根，善根所摄不善根，如是所及善不善法，我皆知见。又彼劫中所有诸佛名号次第，我悉了之。彼佛世尊从初发心，即以方便求一切智，出生一切诸大愿海，供养诸佛，修菩萨行，成等正觉，转妙法轮，现大神通，化度众生，我悉了之。亦知彼佛众会差别，其众会中有诸众生依声闻乘而得出离，其声闻众过去修习一切善根，及其所得种种智慧，我悉了之。有诸众生依独觉乘而得出离，其诸独觉所有善根所得菩提寂灭解脱神通变化，成熟众生入于涅槃，我悉了之。亦知彼佛诸菩萨众，其诸菩萨从初发心，修习善根，出生无量诸大愿行，成就满足诸波罗蜜种种庄严菩萨之道，以自在力入菩萨地，住菩萨地，观菩萨地，敬菩萨地，菩萨地相，菩萨地智，菩萨摄智，菩萨教化众生智，菩萨建立智，菩萨广大行境界，菩萨神通行，菩萨三昧海，菩萨方便，菩萨于念念中所入三昧海，所得一切智光明，所获一切智电光云，所得实相忍，所通达一切智，所住刹海，所入法海，所知众生海，所住方便，所发誓愿，所现神通，我悉了之。善男子，此娑婆世界尽未来际所有劫海辗转不断，我皆了之。如知娑婆世界，亦知娑婆世界内微尘数世界，亦知娑婆世界内一切世界，亦知娑婆世界微尘内所有世界，亦知娑婆世界外十方无间所住世界，亦知娑婆世界世界种所摄世界，亦知毗卢遮那世尊此华藏世界海中
十方无量诸世界种所设世界，所谓世界广博、世界安立、世界轮、世界场、世界差别、世界转、世界莲花、世界须弥、世界名号，尽此世界海一切世界，由毗卢遮那世尊本愿力故，我悉能知，亦能意念。意念如来往昔所有诸因缘海，所谓修集一切诸乘方便，无量劫中，住菩萨行，净佛国土，教化众生，成事诸佛，造立住处，听受说法，获诸三昧，得诸自在，修檀波罗蜜，入佛功德海，持戒苦行，具足诸忍，勇猛精进，成就诸禅，圆满净慧，于一切处示现受生，普贤行愿，悉皆清净，普入诸刹，普净佛土，普入一切如来智海，普摄一切诸佛菩提，得于如来大智光明，证于诸佛一切智性，成等正觉，转妙法轮。及其所有道场众会，其众会中一切众生，往世以来所种善根，从初发心，成熟众生，修行方便，念念增长，获诸三昧神通解脱，如是一切我悉了知。何以故？我此解脱能知一切众生心行，一切众生修行善根，一切众生杂染清净，一切众生种种差别，一切声闻诸三昧门，一切缘觉寂静三昧神通解脱，一切菩萨、一切如来解脱光明，皆了之故。尔时善财童子薄瞿波言：圣者，得此解脱，其已久如？答言：善男子，我于往世过佛刹微尘数劫，有劫名圣行，世界名无畏，彼世界中有四天下，名为安隐，其四天下阎浮提中有一王城，名高胜树，于八十王城中最为上首，彼时有王名曰财主，其王具有六万才女、五百大臣、五百王子，其诸王子皆悉勇健，能服怨敌，其王太子名威德主，端正殊特，人所乐见，足下平满，轮相被具，足肤隆起，手足指尖皆有网幔，足根齐正，手足柔软，依泥爷鹿王喘，七处圆满，阴藏隐秘，其身上分如狮子王，两肩平满，双臂拥长，身相端直，静闻三道，颊如狮子，距四十尺，悉皆其逆，四牙鲜白，其舌长广，出泛音声，眼目干清，洁如牛王，眉间毫相，顶上肉髻，皮肤细软如真金色，身毛上迷，发地青色，其身红满如泥居陀树。尔时太子受父王教，与十千才女亦相牙缘，游观戏乐。太子是时乘妙宝车，其车具有种种颜饰，至大摩尼狮子之座而坐其上，五百才女各执宝绳，牵御而行，尽止有度，不迟不速，百千万人持珠宝盖，百千万人持珠宝床，百千万人持珠宝幡，百千万人坐珠祭月，百千万人烧珠明香，百千万人散珠妙花，前后围绕而为一从，
道路平正，无有高下，众宝杂花散布其上，宝树行列，宝网弥覆，种种楼阁延茂其间，其楼阁中或有积聚种种珍宝，或有陈列诸庄严具，或有供设种种饮食，或有悬布种种衣服，或有被拟诸资生物，或复安置端正女人，即以无量同铺侍从，随有所需，悉皆施予。时有母人名为善现，将一童女名具足妙德，颜容端正，色相严洁，红仙得所，修短合度，目发干清，声如梵音，善达工巧，精通辩论，恭勤匪懈，慈悯不害，具足惭愧，柔和至直，离痴寡欲，无诸产狂，乘妙宝车，才女围绕，即与其母从王城出，先太子行，见其太子言辞逢勇，心生爱染，而伯母言，我心愿得敬视此人，若不随情，自当陨灭。母告女言，莫生此念，何以故？此甚难得，此人具足轮王诸相，后当四位，坐转轮王，有宝女出，腾空自在，我等卑贱，非其皮偶，此处难得，勿生是念。彼象牙原侧有一道场，名法云光明，时有如来名，胜日深，时号具足，于中出现已经七日，时彼童女暂时假寐，梦见其佛，从梦觉已，空中有天而告之言，胜日深如来，于法云光明道场成等正觉已经七日，诸菩萨众前后围绕，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喉罗伽、梵天乃至色究竟天、诸地神、风神、火神、水神、河神、海神、山神、树神、元神、药神、主成神等，为见佛故，皆来集会。时妙德童女梦睹如来故，闻佛功德故，其心安隐，无有怖畏，于太子前而说颂言，我身最端正，明文遍十方，智慧无等伦，善达诸工巧，无量百千众，见我皆贪染，我心不与彼，而生少爱欲，无嗔亦无恨，无嫌亦无喜，但发广大心，利益诸众生，我今见太子具诸功德相，其心大心庆，诸根贤悦乐，色如光明宝，发美而又玄，额广眉纤曲，我心愿视汝，我观太子身，譬如真金像，亦如大宝山，相好有光明，目广干青色，月面狮子颊，喜言美妙音，愿垂哀纳我，舌相广长妙，犹如赤铜色，梵音紧纳声，闻者皆欢喜，口方不牵索，齿白稀奇密，发言现笑时，见者心欢喜，离垢清净身，具象三十二，必当于此界而作转轮位。尔时太子告彼女言，汝是谁女，为谁守护，若先属人，我则不应起爱染心。尔时太子以颂问言，汝身极清净，功德相具足，我今问于汝，汝于谁所住，
谁为汝父母？汝今系属谁？若以属于人，彼人设受汝。汝不盗他物，汝不有害心，汝不作邪淫，汝依何语助？不说他人恶，不坏他所亲，不侵他境界，不与他会怒，不生邪显见，不作相违业，不以谗取利，方便狂世间。尊重父母否？敬善知识否？见诸贫穷人，能生摄心否？若有善知识，会事于如法，能生坚固心，究竟尊重否？爱乐于佛否？了知菩萨否？众僧功德海，汝能恭敬否？汝能知法否？能敬众生否？未住于法中，未住于非法，见诸孤独者，能起慈心否？见恶道众生，能生大悲否？见他得荣乐，能生欢喜否？他来逼迫汝，汝无嗔恼否？汝发菩提意，开悟众生否？无边劫修行，能无疲倦否？尔时，女母为其太子而说颂言：太子汝应听，我今说此女，出生即成长，一切诸因缘，太子始生日，即从莲花生，其目净修广，知节悉具足。我曾于春月，游观梭罗园，普见诸药草，种种皆容貌，其树发妙花，望之如庆云。好鸟相和鸣，林间共欢乐，同游八百女，端正夺人心，披服皆严厉，歌咏悉殊美。彼园有浴池，名曰莲花床，我于池岸坐，才女众围绕，于彼莲池内，忽生千叶花，宝叶琉璃镜，阎浮金为台。尔时夜分尽，日光初现，其莲正开剖，放大清净光，其光极炽盛，譬如日初，普照阎浮提，众叹未曾有。时见此玉女，从彼莲花生，其身甚清净，之分皆圆满。此是人间宝，从于净业生，素因无失坏，今受此果报。干发青莲眼，半生金色光，花蔓众宝髻，清净无诸垢，枝节悉具足，其身无缺减，譬如真金像，安处宝花中，毛孔沾檀香，普熏于一切，口出青莲香，常眼泛音声，此女所住处，常有天音乐，不应下列人，而当如是偶，世间无有人，堪与此为夫，唯汝向言深，愿垂见纳受。非长亦非短，非粗亦非细，种种悉端言，愿垂见纳受。文字算术法，工巧诸技艺，一切皆通达，愿垂见纳受。善了诸兵法，巧断众正颂，能调难可调，愿垂见纳受。其身甚清净，见者无厌足，功德自庄严，汝应垂纳受。众生所有患，善达彼缘起，应病而与药，一切能消灭。言符与言法，差别无量种，乃至寂月音，弥布皆通达。妇人之所能，
此女一切知，而无女人过，愿垂素纳受。不积亦不谦，无贪亦无秽，至直性柔软，离诸粗广恶，恭敬于尊者，奉事无违逆，乐修诸善行，此能随顺汝。若见于老病，贫穷在苦难，无救无所依，常生大慈悯，常观第一义，不求自利乐，但愿益众生，以此庄严心，行住与坐卧，一切无放逸，言说即默然，见者闲心乐，虽于一切处，皆无染浊心，见有功德人，乐观无厌足，尊重善知识，乐见离恶人，其心不躁动，先思后作业，福至所庄严，一切无怨恨，女人终最上，宜应是太子。尔时太子入镶牙园矣，告其妙德及善现言，善女，我去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当于尽未来际无量劫及一切智助道之法，修无边菩萨行，敬一切波罗蜜，供养一切诸如来，护持一切诸佛教，严净一切佛国土，当令一切如来种性不断，当随一切众生种性而普成熟，当灭一切众生生死苦，至于究竟安乐处，当净智一切众生智慧眼，当修习一切菩萨所修行，当安住一切菩萨平等心，当成就一切菩萨所行地，当令一切众生普欢喜，当舍一切物，尽未来际行檀波罗蜜，令一切众生普得满足衣服饮食，妻妾男女，头目手足，如是一切内外所有，悉当舍施，无所吝惜。当于尔时，汝或于我而作障难，失财物时，汝心吝惜；失男女时，汝心痛恼；割肢体时，汝心忧闷；舍汝出家，汝心悔恨。尔时太子极为妙德而说颂言，哀悯众生故，我发菩提心，当于无量劫习行一切智，无量大劫中静修诸愿海，入地即智障，悉经无量劫，三世诸佛所学六波罗蜜，具足方便行，成就菩提道，十方垢秽刹，我当悉严净，一切恶道难，我当令永出，我当以方便广度诸群生，令灭愚痴暗，助于佛智道，当供一切佛，当敬一切地，起大慈悲心，悉舍内外物，汝见来其者，或生千吝心，我心常乐施，汝勿委于我，若见我失头，甚勿生忧恼，我今先于汝，令汝心坚固，乃至解手足，汝勿嫌其者，汝今闻我语，应可地思维，男女所爱物，一切我皆舍，汝能顺我心，我当诚汝意。尔时童女薄太子言，敬奉来教，即说颂言，无量劫海中，地狱火焚身，若能眷纳我，甘心受此苦，无量受生处，碎身如微尘，若能眷纳我，甘心受此苦，无量劫顶戴，
广大金刚山，若能眷纳我，甘心受此苦，无量生死海，以我身肉尸，汝得法王处，愿令我亦然。若能眷纳我，与我为主者，生生行尸处，愿常以我尸，为悯众生苦，而发菩提心，既已摄众生，亦当摄受我。我不求豪富，不贪五欲乐，但为共行法，愿以人为主，干清修广眼，慈悯观世间，不起染浊心，必成菩萨道。太子所行处，地出众宝花，必作转轮王，愿能眷纳我。我曾梦见此妙法菩提场，如来树下坐，无量众围绕，我梦彼如来身如真金山，以手摩我顶，悟以心欢喜，往昔眷属天，名曰喜光明，彼天为我说，道场佛心事，我曾生世念，愿见太子身，彼天报我言，汝今当得见，我昔所志愿，于今悉成满，唯愿俱往矣，供养彼如来。尔时，太子闻胜日身如来名，生大欢喜，愿见彼佛，以五百摩尼宝散其女上，冠以妙藏光明宝冠，披以火焰摩尼宝衣，其女尔时心不动摇，亦无喜相，但合掌恭敬瞻仰太子，目不暂舍。其母善现于太子前而说颂言，此女极端正，功德庄严深，昔愿奉太子，今意已满足，持戒有智慧，具足诸功德，普于一切事，最胜无伦匹，此女莲花生，种性无稽丑，太子同行业，远离一切过，此女身柔软，犹如天增旷，其手所触摸，众患悉除灭，毛孔出妙香，分心最无比，众生若闻者，悉住于境界，身色如真金，端坐花台上，众生若见者，离害具慈心，言音极柔软，听之无不喜，众生若得闻，悉离诸恶业，心境无瑕垢，远离诸缠取，称心而发言，闻者皆欢喜，调柔具惭愧，恭敬于尊素，无贪亦无狂，怜悯诸众生，此女心不适，色相极眷属，但以清净心恭敬一切佛。尔时太子与妙德女及十千才女并其眷属出香崖园，一法云光明道场，至以下车，步进一如来所，见佛身相端严寂静，诸根调顺，内外清净，如大龙池无诸垢浊，皆生净信，踊跃欢喜，顶礼佛足，绕无数匝。于时太子及妙德女各持五百妙宝莲花，共散彼佛，太子为佛造五百精舍，一一皆以香木所成，众宝庄严，五百摩尼以为坚错。时佛为说普眼登门修多罗，闻是惊异，于一切法中得三昧海。所谓得普照一切诸佛愿海三昧，普照三世藏三昧，现见一切佛道场三昧，
普照一切众生三昧，普照一切世间智灯三昧，普照一切众生根智灯三昧，救护一切众生光明云三昧，普照一切众生大明灯三昧，演一切佛法轮三昧，具足普贤清净行三昧，持妙德女德三昧，名南胜海藏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永不退转，持彼太子与妙德女并其眷属，顶礼佛足，绕无数匝，辞退还宫，以父王所拜跪毕矣，奉伯王言，拜王当知，圣日深如来初兴于世，于此国内法云光明菩提场中成等正觉，于今未久。尔时代王与太子言，是谁为汝说如是事？天爷人爷。太子伯言，是此具足妙德女说。时王闻已欢喜无量，譬如贫人得大福藏，作如是念，佛无上宝难可值遇，若得见佛，永断一切恶道部位，佛如医王，能治一切诸烦恼病，能救一切生死大苦，佛如导师，能令众生至于究竟安隐住处，作是念已，及诸小王群臣眷属，即以刹利婆罗门等一切大众，便舍王位授予太子，灌顶其已，与万人俱往诣佛所，道以礼足，绕无数匝，并其眷属悉皆退坐。尔时如来观察彼王及诸大众，白毫相中放大光明，明一切世间心灯，普照十方无量世界，住于一切世主之前，示现如来不可思议大神通力，普令一切应受化者心得清净。尔时如来以不思议自在神力现身，超出一切世间，以圆满音普为大众说陀罗尼，明一切法义离暗灯，佛刹微尘数陀罗尼而为眷属，彼王闻已，及时获得大智光明，其众会中有阎浮提微尘数菩萨，据时证得此陀罗尼，六十万那由他人尽诸有漏，心得解脱，十千众生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，无量众生发菩提心。时佛又以不思议力广现神变，普于十方无量世界，演三乘法化度众生。时彼父王作如是念，我若在家不能证得如是妙法，若于佛所出家学道，即当成就。作是念已，前薄佛言，愿得从佛出家修学。佛言随意，一字之时。时财主王与十千人皆于佛所同时出家，未久之间悉得成就一切法义离暗灯陀罗尼，亦得如上诸三昧门，又得菩萨十神通门，又得菩萨无边辩才，又得菩萨无碍净身，往诣十方诸如来所听受其法，为大法师演说妙法，复以神力遍十方刹，随众生心而为现身，赞佛出现，说佛本行，是佛本源，称扬如来自在神力，护持于佛所说教法。尔时太子于十五日在正殿上，才女围绕，七宝自制，一者轮宝，名无碍行；二者象宝，名金刚身；三者马宝，
名迅疾风，四者珠宝，名日光藏，五者女宝，名聚妙德，六藏尘宝，名为大财，七主冰宝，名离垢眼，七宝具足，为转轮王，王言菩提，正法治世，人民快乐，王有千子，端正勇健，能服怨敌。其言菩提中有八十王城，一一城中有五百僧方，一一僧方立佛之题，皆悉高广，以众妙宝而为孝事。一一王城皆请如来，以不思议众妙供具而为供养。佛入城时现大神力，令无量众生种诸善根，无量众生心得清净，见佛欢喜，发菩提意，起大悲心，利益众生，勤修佛法，入真实义，住于法性，了法平等，获三世智，等观三世，知一切佛初心次第，说种种法，摄取众生，发菩萨愿，入菩萨道，知如来法，成就法海，能普现身，变一切刹，知众生根及其性欲，令其发起一切志愿。佛子，与汝亦云何？彼时太子得转轮王位供养佛者，岂一人乎？今释迦牟尼佛是也。财主王者，宝花佛是，其宝花佛现在东方，过世界海微尘数佛刹有世界海，名现法界虚空影像云，中有世界种，名普现三世影摩尼王，彼世界种中有世界，名圆满光，中有道场，名现一切世主身。宝花如来于此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可说佛刹微尘数诸菩萨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宝花如来往昔修行菩萨道时，净此世界海，其世界海中去来今佛初兴世者，皆是宝花如来为菩萨时教化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彼时女母善现者，今我母善目视，其王眷属今如来所众会是也，皆具修行普贤诸行，成满大愿，虽恒在此众会道场，而能普现一切世间，助诸菩萨平等三昧，常得现见一切诸佛，一切如来以等虚空妙音声云，演证法轮，悉能听受，于一切法悉得自在，名称普闻诸佛国土，普益一切道场之所，普现一切众生之前，随其所应教化调伏，尽未来劫修菩萨道，恒无间断，成满普贤广大誓愿。佛子，其妙德女与威德主转轮圣王以四世供养圣日身如来者，我身是也。彼佛灭后，其世界中六十亿百千那由他佛出兴于世，我皆于王成世供养。其第一佛名清净身，次名一切智月光明身，次名阎浮檀金光明王，赐名诸相庄严身，赐名妙月光，赐名智观床，赐名大智光，赐名金刚那罗燕精进，赐名智力无能胜，赐名普安祥智，赐名离垢胜智云，赐名狮子智光明，赐名光明记，赐名功德光明床，
赐名至日床，赐名宝莲花开复身，赐名福德严净光，赐名至燕云，赐名普照月，赐名庄严盖妙音声，赐名狮子勇猛至光明，赐名法界月，赐名现虚空影像开悟众生心，赐名恒秀寂灭香，赐名普镇寂静音，赐名甘露山，赐名法海音，赐名坚固网，赐名佛影记，赐名月光豪，赐名辩才口，赐名觉华智，赐名宝焰山，赐名功德星，赐名宝月床，赐名三昧身，赐名宝光王，赐名普智行，赐名焰海灯，赐名离垢法音王，赐名无比德名称床，赐名修壁，赐名本愿清净月，赐名照义灯，赐名深远音，赐名毗卢遮那圣藏王，赐名诸乘床，赐名法海妙莲花。佛子，彼劫中有如是等60亿100千那由他佛出兴于世，我皆亲近诚事供养。其最后佛名广大解，于彼佛所得净智眼，尔时彼佛入城教化，我为王妃，与王礼敬，以众妙物而为供养。于其佛所闻说出生一切如来灯法门，即时获得观察一切菩萨三昧海境界解脱。佛子，我得此解脱矣，与菩萨于佛刹微尘数劫勤加修习，于佛刹微尘数劫中成事供养无量诸佛，或于一劫成事一佛，或二或三，或不可说，或执佛刹微尘数佛，悉皆亲近成事供养，而未能知菩萨之身形量色貌及其身业心行智慧三昧境界。佛子，若有众生得见菩萨修菩提行，若疑若信，菩萨皆以是出世间种种方便而摄取之，以为眷属，令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。佛子，我见彼佛得此解脱矣，与菩萨于百佛刹微尘数劫而共修习，于其劫中所有诸佛出兴于世，我皆亲近诚事供养，听所说法，读诵受持，于彼一切诸如来所得此解脱种种法门，知种种三世，入种种刹海，见种种成正觉，入种种佛众会，发菩萨种种大愿，修菩萨种种妙行，得菩萨种种解脱，然未能知菩萨所得普贤解脱门。何以故？菩萨普贤解脱门如太虚空，如众生明，如三世海，如十方海，如法界海，无量无边。佛子，菩萨普贤解脱门与如来境界等。佛子，我于佛刹微尘数劫，观菩萨身无有厌足，如多遇人男女集会，地相爱染，起于无量妄想思觉，我亦如是，观菩萨身一一毛孔，念念见无量无边广大世界种种安住，种种庄严，种种形状，有种种山，种种地，种种云，种种名，种种佛星，
种种道场，种种众会，演种种修多罗，说种种灌顶，种种诸乘，种种方便，种种清净，又于菩萨一一毛孔，念念常见无边佛海，做种种道场，现种种神变，转种种法轮，说种种修多罗，恒不断绝。又于菩萨一一毛孔，见无边众生海种种住处，种种形貌，种种作业，种种诸根。又于菩萨一一毛孔，见三世诸菩萨无边行门，所谓无边广大愿，无边差别地，无边波罗蜜，无边往昔世，无边大慈门，无边大悲云，无边大喜心，无边摄取众生方便。佛子，我于佛刹微尘数劫，念念如是观于菩萨一一毛孔，以所至处而不重至，以所见处而不重见，求其边际竟不可得，乃至见彼悉达太子住于宫中，才女围绕，我以解脱力，观于菩萨一一毛孔，悉见三世法界中事。佛子，我唯得此观察菩萨三昧海解脱，如诸菩萨摩诃萨，究竟无量诸方便海，为一切众生现随类身，为一切众生说随乐行，于一一毛孔现无边色相海，知诸法性无性为性，知众生性同虚空相无有分别，知佛神力同于如如，遍一切处示现无边解脱境界，于一念中能自在入广大法界，游戏一切诸地法门，而我云何能知能说彼功德行。善男子，此世界中有佛母摩耶，汝亦彼问菩萨云何修菩萨行，于诸世间无所染着，供养诸佛恒无休息，做菩萨业永不退转，离一切障碍，入菩萨解脱，不由于他，住一切菩萨道，亦一切如来所，摄一切众生界，尽未来劫修菩萨行，发大乘愿，增长一切众生善根，常无休息。尔时释迦瞿波女欲重明此解脱意，成佛神力，即说颂言，若有见菩萨修行种种行，起善不善心，菩萨皆摄取，乃往久远世，过百刹尘劫，有劫名清净，世界名光明，此劫佛兴世，六十千万亿，最后天人主，号曰法床灯，彼佛涅盘后，有王名智山，统领阎浮提，一切无怨敌，王有五百子，端正能永见，其身悉清净，见者皆欢喜，彼王及王子信心供养佛，护持其法藏，亦乐其修法，太子明善光，离垢多方便，诸相皆圆满，见者无厌足，五百亿人聚，出家行学道，勇猛兼精进，护持其佛法，王都明智树，千亿成围绕，有林明净德，众宝所庄严，善光住彼林，广宣佛正法，辩才智慧力，令众悉清净，有时因起时，入彼王都城，行止即安详，正知心不乱，城中有居士，号曰善名称，我时为彼女，
名为净日光，使我于城中遇见善光明，诸相极端严，其心生染浊，赐起至我门，我心增爱染，即解身璎珞，并诸智波中，虽以爱染心，供养彼佛子250劫，不堕三恶趣，或生天王家，或作人王女，恒见善光明，妙相庄严身，此后所经劫250，生于善现家，名为具妙德，使我见太子，而生尊重心，愿得被瞻视，幸蒙哀纳受。我时与太子进佛圣日身，恭敬供养毕，即发菩提意，于彼一劫中六时亦如来，最后佛世尊名为广大解，于彼得净眼，了知诸法相，普见受生处，永除颠倒心。我得观菩萨三昧净解脱，一念入十方，不思议刹海。我见诸世界尽会种种别，于净不贪乐，于会不增恶。普见诸世界如来坐道场，皆于一念中悉放无量光，一念能普入，不可说众会，亦知彼一切所得三昧门，一念能悉知彼诸广大行，无量地方便，即以诸愿海。我观菩萨身无边劫修行，一一毛孔亮，求之不可得，一一毛孔差，无数不可说，地水火风轮，迷步在其中，种种诸见力，种种诸形状，种种体名号，无边种庄严，我见诸刹海，不可说世界，即见其中佛，说法化众生，不了菩萨身，即彼身诸业，亦不知心智，诸劫所行道。尔时善财童子顶礼其足，绕无数匝，辞退而去。浮城东寄，童子南巡，百城烟水渺无垠，知时亦长轮，五十三人，一曲贺阳春。贺阳春，贺阳。